心多说有你来听上一世人，咱就用伴着船行手担。我哪在这？你可能是去用跑去，根本一个印象都拢无。你想干嘛呀？打电话是什么代志啊？我刚才会记，就是首先跟你讲电话，后来发生什么代志，我唔知影。看起来，小平应该是无代志啊。拄只医生有讲，你上来病的时阵有失温的现象诶。哥，我收到，我昏去的时阵，敢那伫一个树顶的所在，啊，就亲像咱顶个怪伫冷冻库同款诶。啊，照安尼讲起来。那人跟你讲婚礼以后，跟你送你去冷冻库，啊，这到底什么目的啊？刘老板，我去调监视器画面，我看到带小兵走那个人是穿乌色的衫，不过身着安怎看不清楚。啊，若监视器有当拍到，就知这人是什么人啊？希望是安尼。对了，小兵，啊，你敢知影是啥送伊来吃呀？小平，你想啥？叫我那个人，规身躯拢是青乌的，啊，而且，伊声音听起来，亲像是林明德的。你讲是林明德把你救的？哪有可能啊！你拢已经安尼啊，哪有可能救你嘞？是啦，小平啊，你一定是听唔对，无可能是明德的啦。可能是我头昏昏，听唔对去啊。好啦，人平安无代志就好。忝啊，你就先好好休困一下，吼，先忝一下。休困一下啊。小平被救走，连数也讲歹去，这一定是林明德做的。林明德，我一定要拆破你的小鬼仔壳。明德啊！明德啊！你莫安尼砍的啦，安尼袂喘气啦，来。明德，我今要安怎啊？明德，医生都有甲你检查过。讲你可能是过敏哦，才会吐。来，起来，咱用台凳啊，来，过来，来。咱面顶来，不用红安尼啦。实在。可能是惊着了。明德，你莫惊啊，
我难得去看店主，好不好？来，过来，起来。明弟啊，阿恁哥哦，等下甲伊摕个高山那来啊，啊，等下哦，咱就用转去啊。啊，乖，阿伯啊，唔是的啦，我真正唔知阿明德那样样人无爽快，歹势。这甲你无关系啦，啊，医生嘛讲啊，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啦。 啊，无定着哦，我明天手在落来，你忙着啥啦？明天啊，来起来啊！来，爸妈，啊，明天是蜜蝶，蜜雪回来边，你听出来？叫袂起来啊！高山来，高山来，你去遐看，来，明天，你听话，爸叫我专工等你找哦，摕高山来给你啦，看一下啦，啊，来啦，来。 奶妈，好，你看来，来，你看者，你看，来，来，来，啊，好，起来，起来，哎，哎呦，啊，你都免惊，啊，啊，恁爸、恁哥、妈妈拢伫遮，无人会欺负你啦，啊，来，起来，起来啦，妈，安尼欠条的啦。杨泽宇，张太太，干嘛让请恁上厝去？恁伫遮，明日可能会惊。这，明明是，明明德是伫阮公司出代志的。 我等下第一声确定伊安全才用的。啊！但医生都有讲啊，阮明德啊哦，暂时无代志啦，你用放心啊啦。是啦，麻烦哦，你甲杨小姐哦先出去，阮吼才好啊来甲考劝啦。是要考劝啥？到底名称迄人根本就不是林明德，创啥？你莫后背来啊！我们看完这林明德像假啊！嘿，你哪有后背啊？ 你硬硬要讲阮明德啊，放火烧你的工厂，阮已经作孽来哦，无要甲你烧过，阮若准备要卖土地哦，要赔你啊，啊你谁啊无要放阮明德啊煞哈？是恁放伊隔空隔空来甲我创治啊，唔是我无要放伊煞。哎，邱正祥，你莫紧张啦，上啦，邱正祥，你哩唔是林德对，你莫林德，你好啊，林德。 我可能，从伊上救护车一直到今嘛，我拢在边啊，根本都无可能有离开机会啊！不可能啊！那真正林明德，那你到底是谁？去开你洞口的？哥，到底谁开的？ 我一定要背后台，咱也见面报。你乖，囝，妈带你面来洗洗哦，囝。好了，好了。好了，好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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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哦，再叫车转去就好啊。啊，阿伯，我会当送恁啊。免啦免啦，已经让你真无用啊。好啦，我安尼我先来等。明星哥，阿伯，再见。等你上班了。好啦，小阿姨。小如一直足疼我，特别我予阿姨骂，伊拢会出面替我讲话。伊真正是把我当作朋友。你拜。副总，
传染病已经做好啊，资料嘛已经出来啊。你看一下，若是有啥问题，你随甲我讲，我会随改。小茹，小茹，我有话要甲你讲，来，你坐坐。歹势啦，我拄则态度无好，是因为我心情歹，绝对毋是阿姨讲的，我咧食醋。那安尼你会当解释啊？你是安怎要让杨妈安尼无赖？迄是因为伊讲的有部分是事实啊。所以你真正甲伊面亲过？小茹，是的呀。那安尼，你回来公司上班？敢真正是因为明星哥的关系？不是，迄个时阵我甲明星无遐熟啊。你是啥物时阵开始介意的？敢是伫咧聚少舞外口迄间？我嘛唔知咩要讲啊。无唔对，你迄天进前我就介意明星啊，我不坦白甲你讲，是因为我看恁两个感情遐尼好，我就甲介意明星的心放伫心肝内啊。啊，不过小茹，你来这上班，迄是因为你家己的能力，我一直甲你当作我家己的小妹，我足珍惜咱这个缘分的。啊，搁有，特别我有阿姨妹，伊侮辱我的时阵。你要替我讲话，这我放伫心肝内，所以我无像阿姨讲的，我想要抢你的男朋友，都吃醋，刁工咧欺负你啊！我哪有可能相信杨惠妈讲话？我知影你的做人，我拄才安尼讲，是希望。你会当对我坦白，所以你相信我。你会跟明星哥，我是有淡薄意外，也不过我了解你啊。你袂因为明星哥就偷咬啊，对吧？多谢你遐尼相信我。早知影你对明星哥有好感，我就不应该对你面头前晒恩爱。那我错是我，心内一定无好过吼。你真正足贴心的呢，无怪明星会介意你。我嘛足侪优点的啊。我来遮上班，你对我遮尔照顾，我伫你遐学着真多呢。安琪，咱莫因为安尼就拍歹感情好不好？我嘛是要甲你讲同款的话。不管你跟明星安怎晒恩爱，拢无重要。我无想要失去你这个朋友，我无想要失去你这个好姐妹啊。哎对啊，这件代志千万唔好明星知影，不然我就尴尬。好啦，这个动作咱两人的小秘密，秘密，秘密。喂，等一下。请慢用，谢谢。哇，好丰盛哦！一定要的。哎，对了，我前几天整理房间啊，我今天出一挂衫来，我感觉就适合你了，你敢不试看卖？嘉谢哦，要唔过你的衫都是名牌呢，若是提起二手店，嘛卖袂袂少钱啊。你真正要好啊？哎呀，不要紧啊，你先试看卖。啊，你若无介意，我就袂勉强啊。嗯，我当然嘛介意啊。要唔过，我惊我穿袂落。啊，不你甲我讲你的 size， 我帮你筛选一下。我的 size。
悄悄话，讲中场所讲悄悄话就无礼貌呢。要么若讲出来都唔是悄悄话。啊，既然知影是悄悄话，就表示袂当好讲，互你知影。奇怪呢，今仔日在公司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想说我感觉恁两个，恁两个感情敢若变得真好呢。来来，安琪，你不要紧，紧我。嗯，伊算是公司的中流砥柱，无人比你更加正派啊！会当做你的下属哦，真正是我的好气，我敬你。嗯，安尼我嘛要敬你。你是我见过最乐观、最贴心的员工，以后请继续支持，有劳西哥，有劳西哥。太感人了。哇，长久就用感性时间点个蜡烛好吗？这就是我们的小秘密哦。安琪，嗯，其实有一件代志，我伫想要问你诶，就是迄天啊，你是安怎要摕永和啉过的纸杯走？其实你知无？我咧怀疑永和毋是阮爸亲生的，所以我着摕伊的纸杯去做 DNA 检验啦。啊，结果咧？唉，误会一场，我误会永和啊，啊，就是因为安尼啊，我阿伊足受气的，敲电话去甲阮爸打，阮爸搁伫外国敲电话倒来甲我骂。啊，可是你甲永和感情一直拢足好个啊，一定是永和伊嘛，大家拢对你像你啊无客气，唔才互你反感，你唔才安尼做，对不？其实我想想哦，我实在无应该去做什么 DNA 检验。未输，我希望永和唔是我亲弟弟。小茹，嗯，你会记得我捌甲你讲过无？丽花姐啊，甲丽莎要小人进前啊，有一个叫婷婷的查某囡仔。假作是丽华姐的查某囝，要来骗丽华姐的钱，所以丽华姐啊，想要确定这个婷婷是不是伊的查某囝，就摕婷婷的简体去做检验。检验的结果，婷婷的简体甲丽华姐的简体竟然是互害。嗯，这无想到会互害，那是因为婷婷早就知影 Lisa 就是丽华姐的查某囝，所以偷偷甲 Lisa 的简体换作是伊家己的，所以当然检验出来结果是互害。你的意思是讲，永和马上就知影，伊甲安琪毋是亲家弟啊，伊就甲杯仔换过来。毋是啊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啊。我的意思是讲，丽华姐也怀疑这婷婷毋是伊查某囝嘛，都好亲像安琪怀疑永和毋是伊亲小弟同款，所以才提出来讲啊。无可能啊！你讲我个纸杯直接给检验中心啊，用我根本就无时间同去换，就算拿换，想要换相，那检体竟然是跟我符合的。嗯，都对哦，明星哥，你莫有乱讲啦。安琪为着这件代志已经做主席了嘞。安琪啊，歹势啊，啊，我是想想着你在经营，敢若甲你有小。就快收工啊，所以才提出来讲。哎，都是我无讲啊，哦。哎呀，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，我即马就烦恼我阿姨。伊安尼哦，更加对我已经无谅解啊。我以后若你办公室拄着，我都真正唔知要安怎才好啊。唔要紧啊，以后哦，伊若是敢对你起下动手，你让伊老公就告告啊，告伊职场霸凌。卖学袂出主意，好不好？迄阿姆也无伫遐上班啊，甲公司有路用啊。对。你都免替我烦恼啊，回弟吼，我尽量避免不要跟他起冲突啊。嗯。对啦，你今日毋是庆幸未？啊，结果。跟我之前甲你讲的同款啊，迄个邱正贤根本就是侠怨报复，这件代志无可能这么简单处理。明星，那需要到三工，你得讲哦。你确实能够到三工，拄则恁讲的秘密是啥？
你知道哈？也还好哎。那就不告诉你。大哥拿手。来来来啊，水果。来。水果做甜的。来。哦。做甜的。吃甜甜。谁好心呀？宝贝，有听啊？阿姨对我好好。我嘞？你啊，该吃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嗯。嗯。嗯。我处理哈。嗯。他处理那个，当然嘛要互相照顾，对。对啦。啊！咱国庆宴会透早去上班，到今夜我咧病，啊，新娘今仔还佫轮到钱咧照顾。我敢想啊，这大间的厝，敢那咱两个小对象，啊，想想我就足郁卒，足怨叹。想较开啦，囡仔拢大汉啦吼，虽然拢有家己的事业，处理我陪你袂歹，你嘛感觉无聊，咱也吃啊食食。没，出去还开钱呢。咱来较欠的啦，啊，明仔载新人就转来陪咱啦，看电视就好啊。好啦，好啦。全国单身男女，你们的声音哦，我们都听到了，是啊，所以在第一名的电视台明视，我们制作了这样优质的全新交友节目《好大力斗来》，我们也欢迎全国的单身男女。秦俊雅，嗯，我想着，咱应该给浩翔介绍一个女朋友啦。好大力斗来交友心得。你这我袂讲啦，我现在无讲要找女朋友啊，你卖假假啊！你真正头脑袂变强呢？你想啦，好像是交女朋友了，伊就有女朋友通个照顾，安尼小平就会放心吗？啊，你想啦，咱是毋对，当叫因阿嬷搬转来住，对唔？哎，你妈讲有影嘞吼！啊，不过若要介绍你遐姊妹婆我好想哦，我感觉讲可能要拍歹亲戚大家关系咧，也是歹啦。哎，你讲这什么意思啊？哦，你敢真看袂起我遐朋友呢？你也知影，阮遐朋友虽然翁婿拢离开啊，但是咱留足侪财产给因呢。好想来凊彩见一下哦，伊就赚着啊啦。你遐朋友目睭咧生咧头壳顶啦，你看。自咱都破产了，当时看因咧行较到的，啊，迄好生行情因看袂就捌啦，卖好啦，卖啦。嗯，你都讲嘛是有道理啦，真正人情冷暖，这个社会哦，拢是钱咧做人啊。有钱，朋友规大厅啦，啊无钱，人人惊啦。来看新闻。昨晚，信美集团工厂发生火灾，工厂内许多货品都付之一炬。根据警方调查指出，林国辉议员夫妇呢，带着前信美集团总经理，也就是信美集团前任董事长钟嘉芬的前夫林明德，于信美工厂附近焚烧纸钱，却不慎引发工厂大火。信美集团已经发表声明，将会对肇事者林明德追究相关责任。而这场火灾呢，势必也会影响到林国辉议员的选情。根据本台记者独家采访发现，钟嘉芬不久之前呢，才失去信美集团董事长宝座，而由她现任丈夫邱正贤来接任。钟嘉芬的前夫林明德引发的这场火灾，究竟是巧合，还是特地为钟嘉芬打抱不平呢？这场豪门婚姻的三角恩怨，本台记者将会持续为您追踪报道。哦，这个国辉跟阿伯是安怎？一天无上电视，伊是安怎？艰苦，啊，过去看到那个面跌啊啦！啊，这这消息要哪？厂房也讲烧去啦，啊，是要提啥来讲赔？我看下内幕的啊，了解一下看什么状况啦。哎呦，我跟你来。阿妈，阿妈，哎呦，你
嘛话较细声咧，念珠拄啊困去，等下吵精神呐。你是咧讲啥？我听拢无。哦，啊你咪叫我较细声诶。我讲啊，厝诶拢无人，我要早起转来互你食。嗯，你才转来尔，哪会知影厝诶无人？哦，我拄则有转来啦，啊快闪者就出去啊，啊可能你咧看念珠，无看到我啦。阿舅，啊大平还袂转来哦？拄则明星转来讲吼，免得啊啦，哎呦过敏，啊吐你知。啊！救护车吼，紧甲送去病院。即摆毋知安怎咧。阿妈，你免烦恼啦，你摊小心食啦。我甲你保证，因差不多半点钟就回来啦。你太知。病院等下到厝诶，差不多半点钟就到位啊。恁讲，伊连夜等下就对啦。对啊。上白你讲诶。我拄仔去买炸鸡的时阵吼，我经过迄个居酒屋啦，啊，我里面就甲阮同事拍招呼啊，啊，又看到明星哥登去上班啊，所以我想吼，明德应该是无啥物代志啊，啊，而且吼，明德本来就福大命大啊，你看，甲伊之前吼出车祸，过石头弄着，啊，尾啊搁半脑开刀啦，拢也无代志，规丛好好啊。好啦好啦，你食食的吼，哎呦。唔是真健康的物件，人讲垃圾食物，唔好啦，莫爱食。阿妈吼有煮饭，你去食饭哈。哦，无啦，我是讲我来庆祝一下。你讲啥？哦，无啊，我无讲啥。阿妈，我先把这食完啦。阿母。阿母，稳当啊！哎呦，稳当，稳当啊！来来来来，阿妈看嘛咧。哎呦，乖乖乖。阿妈，我来跟你讲，明德明天无代志的啦。阿明德，哎，有要食炸鸡无？啊？你家己吃就好啦。明德即卖哦，袂用乌白吃物件。像我，阿医生安怎讲啦？哦，阿医生就讲明德啊过敏啦，这真有可能哦，我吃物件引起的啦。啊，先啊，带咱啊厝哦，观察几工啊，啊，再找一下时间哦，啊，带来病哦，啊，详细做检查啦。大哥，免检查啦，我看哦，明天是看到挑战前才开始过敏的啦。啊，卖讲明天过敏啦，我看到一考我嘛来过敏。画，你免画，我来给你提彩色笔哦，好。我看明天也是惊到啦，明仔吼，我再带伊去阿婆遐哦收惊者。哦。哇。哇。等下，阿嫂。嫂。嫂啊，我看明天吼，可能是去冲犯着火神啦，你带去收收是对啦。啊，若无像即摆拖累着阮国辉甲伯啦，啊，外娇啊。是国辉啊，甲爸啦吼来甲遮吼，拜托明爹甲因去做啥物发挥啦，唔则会出代志。是。啥物人哦去冲着火神，还阁唔知咧？你是讲是国辉啊，甲爸啦，带明爹去做发挥哦？哎，啊，这样代志你唔知啊？唔知咧，我甲外口就是看新闻咧报，才知影讲信美酒坊火烧啊，啊，打电话你哪个无办唔接啦？唔则会赶紧倒来厝里了解一下。啊，他即摆啥物状况啊？啊，国辉啊，就讲哦，啊，当啊租厝迄天啦，伊有做梦啦，啊，梦讲公妈听哦，啊，发怒啦，啊，阿婆啊，甲讲哦，这可能哦是凶煞啦，啊，讲都要带一个寿娘哦去做迄发花啦，啊，多明嗲寿娘有，啊，阿婆啊，甲报迄所在哦，啊，多伫信美厂房的边啊啦。哦，所以信美迄个厂房火烧，啊，邱振贤哦。都归去吼，大好兵着啊！讲啥物？伊是吼，趁人伫咧烧金纸的时阵，踮咧边仔耍火，毋则会引起的。啊，这是合理啊，因为迄个工厂是兵着起的啊，啊，即马去互邱振贤抢去。啊，虽然讲兵着即马已经变戆戆，毋知人，啊，毋过伫咧潜意识内面吼，伊一定足爱着邱振贤，想要甲报复啊，啊，有可能是伊去耍火，啊，则会去。啊，这爸啦哦，真正是你嫁出来好媳妇呢。迄想法吼，甲迄讲话口气吼，同款同款啦。
无啦，所以我是咧分析代志呢。我是讲有可能尔，啊，你嘛免咧甲我考试。迄就是本来一句有可能啦。邱振贤就认定讲哦，迄火是缅甸阿放的。下晡哦，佫叫千花阿甲我哦去遐讲，爱阮赔1200万。啥？叫恁赔1200万？哦，伊嘛真敢讲咧。千花，啊，赔偿代志讲了安怎？啊，区政员都叫迄会计啊，摸一寡资料就点啊讲，我嘛听甲火火。哎哎，阿兄，迄现场的鉴定报告敢出来啊？啊，还佫久。警方敢有确定火是民德放的？是无啦，但我这块哦，区政员哦，在地哦，民德嫌疑上大哦。啊，民德是有嫌疑尔嘛，啊，不是当场互抓到。你是唔当讲我赔钱，我来讲，一切拢照我要行，但小哥民德无一定会输啦。对啊，哇，1200万不是小数目呢。哎，还是讲哦，你若是提出来。不如先提来借阮啊！讲到倒位去啊你！阮明天啊吼是国辉啊因带出去的啦，啊即马发生代志啊，准讲哦，阮来赔偿，啊因翁仔某敢免担负担的。嫂啊，啊搭清水就讲，啊未确定火是啥物人放的，啊你嘛免钱要赔紧紧啊。拄仔谢清水啊讲的嘛无唔对啦。啊，火唔知啥物人放的，都还袂查清楚。啊，柯正贤都叫人讲赔遐济钱，实无道理。啊，想去到遐，我就想讲个代志吼，啊，赶紧解决啦。啊，无想要甲柯正贤安尼过啦，啊，唔则无想安尼。啊，就像这款代志哦，都爱清水这款有读册的人，最好都斗相共啦。我娇啊。拄仔只小女啊讲的嘛是有道理啦，啊，啊，贝拉甲国辉两个人安尼提甲哩哩哩，哦，安尼讲起来，敢若甲恁拢无代志的款哟。阿母啊，唔是讲我有私心要为国辉啦，啊，呾国辉甲贝拉，伫无闲选举，伊哪有可能去遐做代志啦？啊，搁再讲，啊，因呾大人大种啊，啊，小金纸一定是足小心的啦，啊，都毋是明德讲。这么讲讲，唔知啦。我拄才讲过啊，警方还袂破案。啊，啊，明德啊，啊，一讲讲咧话话话，啊，你袂信哦？我看麦，我看麦。啊，阿妈。警方还袂破案，明德是破案啦啦。是是，这光线啦。你看，明德画敢那，就漫画同款啊。你看，这着高飞啦，这贝拉啦，啊，伊两个小金纸，好不好？小金纸，啊，小，小，啊，这金纸好，风吹起来，吹起来好不好？你看，吹起来，啊，这。工厂金纸轰火烧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这就是郭辉甲贝拉因两个引起的啦。郑董啊，不过明天伊手啊着伤，啊，伊着伤应该就是走去看，唔才烧到着伤。火火，明天你无生火对无？哦，无。无疼，好好疼疼好疼。阿妈，我我我，啊！但但平常安尼乌白画几张啊漫画，啊，就要证明讲这火烧是国辉甲贝拉做的。啊，当嘛好啊。啊，讲到安尼有一级别，啊，无恁是一个是当去一个倒头。嗯。啊，当顶届伫盐火的病院，啊，伊甲以后用歹去，还好成啊受伤。伊嘛是唔敢承认啊，当然有道理啦。国辉吼，就是无驾驶啦，驾照唔敢当。正当嘛，啊大人你讲你嘛莫插嘴。阿兄阿嫂，啊，读工地火烧是比读歹医啊，搁较严重几啊十倍呢。我相信阮国辉袂遮尼唔知轻重啦，啊，而且
因阿母嘛应该是真孝顺，袂叫咱明德出来打罪啦，袂啦。因若孝顺哦，会对恁两个老的安尼。卖阁讲啊啦，明仔载叫国辉甲贝拉转来，我要甲问候清楚。安尼你好伊，你忝啊？困啊，阿妈，无我先传面台底来困啊。好，好，辛苦吼。在你跳，想着袂到这招，那无吼，就爱替国辉甲贝拉打罪啊啦！什么话？伊才明早，明仔因阿母转来咱祖厝，够谈完啦。不过不管安怎讲，今日代志总算是解决啦。金董，多谢你。那无你，我今日可能无机会，头甲小平救出来。无啦。莫来讲啦，明德，是你头壳好，有趁着邱正贤咧受伤啦。我伫想哦，即马邱正贤应该已经开始咧怀疑我头壳是毋是已经好啊，一定想办法要逼我现出原形。最近都，咱小心应付，你帮我做一件代志好无？照你讲，我这首席影子替身一定使命必达。明德啊，你莫咧戆条条啦，你紧起来啦！是啊，起来啦！你安尼袂爽快啦，哈！明德，无代志啊，我们回家念祖，还要等爸爸。明德，哎呦！明德哪讲唔来？我都有代志啊啦！起来啦！明德，哈！哎呀，正方啊，明德敢若真喘呢？我唔敢，目睭睭啊，免讲嘛会喘，紧起来啦！明德啊，你安怎你唔着甲我讲？啊，王条条，我哪知影你是甚物款状况啦？是啊，起来啦！明德啊！哎，我袂安怎，我是明德，明德，你乖啊，起来啊！哎，这妈呀！你，我是你，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！别打！你上啥？哎，阿妹，你哦，师傅，可能哦，食歹不倒的饭啦。阿叔公，内面有人在摒扫咧。无要紧啊，拢查甫的啦。哎呦，这。
心脏就要停去啊啦！你病的时阵，差点要让大姑看见呢。就像我昨昏甲你讲过啊，邱振贤这个人哦，伊想一步，你就要紧伊三步，安尼咱才有可能通赢伊。明德，伊实在足巧的呢。若是咧三国时代，就算讲诸葛孔明，嘛无得甲你比啦。嗯，啊，你主要是食啥？蜜汁鸡排哦，嘴真甜。无啦，我多食迄蜜汁鸡屁股啦。你也贪。志贤，你今日早得要去上班啊？嗯，囡仔，你去林家讲火灾赔偿的代志。甲律师约在公司，所以要较早出门啦。你要去林明德因家哦？当然啦、啊，林明德放火，甲咱的工厂烧了了，当然要叫伊赔偿啊。安怎？你有意见？无啊，这个代志你处理就好啊。哦，安尼，今早就起来。就困吧。跟他讲有啥怕啥？无啥。我想要爹出来看一些书和 DVD。哦，真好啊！啊，不过爱记，差不多一点钟就要爬起来顶动一下，但无目睭会伤忝。我知。我今日啊中午无得回来陪你，又爱记吃哦。刚需要我打电话顶来给你提醒。咩？你早点去保养好啊。好，那我先来。怎么卡死你啊？有什么代志，你去打电话搞讲。喂，杨律师吗？你好，我是钟小姐。我看到先生有点么状况，听先生说你常常替受虐妇女打官司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方便去你的办公室，敢会当约伫咧阮家附近的咖啡厅？因为我不愿开车出门。地址我等传给你。那恁恁用报电警那边遐去边，好，多谢你。喂，请问是杨律师吗？我到了。你好，我是钟嘉芬。不好意思，这是我的名片。
庄小姐，你是信美集团之前的董事长，我把你周刊还给你报道。是我没有错，我是 Sandy 的朋友，是他把你的电话给我的。哦，那我现在问题，你跟我讲，借我最高，我一定给你倒三高。杨律师，今天是多谢你的。听你电话内底讲，你先生曾经对你家暴。杨律师，你看过我的报道，应该认为我曾经就爱歪，处处替我牺牲，还替我扛下董事长的职务。其实这一切都是他在媒体面前刻意塑造的形象，目的就是要把我孤立起来。你不是才叫我外久吗？我跟阮先生做这样就熟悉，一般来都要较好的，不过今麦处处控制我，限制我的行动，不让我出门，每天都会检查我的手机和皮包，会问我和谁见过面，钱用到哪里去了。他现在还会规定我的作息，我哪是没有听他的话，他还会叫我写悔过书向他道歉。敢讲你无反抗过？我一开始个人想要跟伊讲道理，啊，不过伊变本加厉，讲我是产后忧郁症，才情绪无稳定，才会冤家。伊即马阁叫医生开抗忧郁药给我，逐天逼我吃，伊阁条条威胁我，阁要把阮爸妈的墓园移走。我即马逐天拢讲我足紧张的，足惊伊阁会做出啥物更加恐怖的代志，我真正要互伊逼甲气笑啊！虽然林先生无对伊做出气卡动手的代志，啊，不过听起来他已经构成了精神家暴。杨律师，那呢，我敢有法度向法院诉请离婚，而且我要甲阮爸老父爱的财产拢摕回来。咱即马一步一步来啦，我即马先替你申请保护令，保护你的身心安全嘛。还有，精神家暴要举证是相当的不容易，那需要你的配合。你即马手头有啥物证据，证明讲你曾经叫你做一寡无合理的代志？证据？无呢，伊伫外人面头前拢叫做足关心我的，而且伊准我甲外人接受。即马出来除了伊，就敢若我甲阮大家三个人。我大家到即马，阁毋知影阮先生变怎样势。毋过就算知影，伊嘛是徛伫后生迄边。庄小姐，你回去以后一定要想办法收证，不管是录影或是录音，只要有办法举证，法官才会相信你的话。好，我想办法。有真侪受虐妇女的情况跟你同款，一定要坚强，再当独立家己。杨律师，多谢你。我一定想办法给你倒三方。还有财产追讨的问题，你可以先成立基金会，把你的保险受益人跟遗产继承人的名字都改在基金会底下。其实我也有想过这件事情，他现在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，他哪里阿公也有可能对他不利。这件事情我一定帮你来办，你也要好好保护你自己。我知道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有事我先离开。啊，我来就好。你的钱你放心，我今日有专工替我藏起外币，去换现金。啊，感谢你哦。哟，吼，咱阿爹豆油无底看咧啊！家己咧拼出来，遮贤惠哦！嘿嘿嘿，煞袂闲。哎呦，哎呦，这唔太简单，娶一个某来给斗拼扫，你着做老爷，翘脚恁吹手啊！嗯，安尼我着请一个玛丽亚就好啊，为着拼扫娶一个某，我着无咧食饱上瘾。讲嘛就得意啦，来啦，好啊，休困一下，食一个物件啦。哎呦，赞！赞什么好料嘞？赞！赞赞！哎呦，真好看！哎，菜头粿呢？什么菜头粿？有看到哦，这是樱花虾的菜头粿，足好食的。哦，这内底够樱花虾。嗯，一看一看。嗯，绵绵，香香。
这电脑做的。明明做的啦，电脑做的。是空箱。哎，这菜头香，这甘甜味哦，拢有吹出来呢。嗯，那明明手艺哪家伙？哎，算唔知影哦。阿元呐，食老真正翻天呐。讲叫明明卖去上班啦，叫伊倒厝安尼补两生囝就好了。啊，明明无了解，唔知要创啥。啊，不要甲小平去学煮食啦。吼，他妈手艺偌赞的，我靠煮物件呢。咱主张的是，坚持叫明明一定要生就对了。那伊就讲，叫明明一定要生一个囡仔，替儒家吼传宗接代啦。佮讲吼，伊安尼做是替因少年咧想咧设想。嗯，即嘛什么时代啊？即卖少年呢，根本就无咧参与什么咧传宗接代。人伊是哦，家己过了幸福，叫伊快乐较重要。有生囝无生囝，迄拢袂要紧。嗯，本来就是安尼啊。我咧为着这样代志哦，唔知干骂几遍啊，骂到我脑都烧声。啊，你讲袂穿正咧，牛就是牛咧。我倒啦，啊，莫阁讲个代志，讲个硬气啊，好不好吃啊？好吃好吃，哦，你无看我拢食袂停。嗯嗯，哦。食物件，甲囡仔同款，食到规头规面啦。嗯，嗯，是多滴哦。好啦，我来吃。吃红豆油糕，你无？哎呦，哎呦，非礼勿视哦。哎，人咧无闲哦，咱两个来，两个来。哎，哥啊，你在干什么啦？哎，我想讲你咧无闲啊，刚刚叫叫着，不要紧，你继续，恁继续，不要紧吼。哎哎哎，你这个差不多啊，你这个心术不正啊。伊迄有用卫生纸甲我擦一下嘴尔，你想想味道伊啊？哎，恁两食过物件无？你食过无？啊，恁食恁食。哎，这个不是樱花虾萝卜糕？嗯，恁做来对不？你哪会知影这是明明做呀？哎呦，小平跟明明做叫有烹饪课啊。哦。啊啊对，小平，啊明明最近上课心情安怎？有较好无？有，伊讲哦，伊在上课的时阵心情加足轻松呀。啊，佮有啊，为了阿香老师哦，得教足认真呢，佮阮煮一个好食的料理呢。嗯，哦，嗯，原来这菜头粿是迄阿香老师教因的。嗯，来来来来，卖遐夹啦，坐坐坐，好，来坐坐。嘿，我甲恁讲，这老师哦，那手艺好，有气质，而且个性温柔体贴，性格嘛真好哦。哎呦。嗯，我确实，哥啊，你那个啥阿香老师，你哪一直搞娱乐？你是不是对咱有兴趣啊？哈？哎呦，被你发现了！哎呦，麦听姚贝讲啊！我的意思是讲，我有兴趣要给介绍给阮丈人。哦，我听唔到啊！你能想通哦？可会替恁爸做唔难哦？啊？哎，其实嘛不是啊，只是刚刚哦，阿香老师的兴趣讲法就行的啊。啊，两个人见面时阵哦，嘛就话讲的呢。哦，啊，你敢有安排两个见面？哦，应该嘛，我们做一阵吧。嗯。啊，不过，我也是不方便知影我的目的啦，啊，惊伊会生气。哎呀，你想想这下啦，依恁的眼光哦。您介绍一个，看下你做介绍一百个。你是咧讲啥？拜托咧，我介绍拢是上好的查囡仔给伊咧。嗯，有影啦，是袂歹啦，是讲哦，含你好像比起来，你袂感觉伤大张啊？哦，你看你阿婆子啊，大张是搁安怎？我咧讲啦，个性好，身体健康才上重要啦，大张。我嘛真夸张咧，你即马是咧嫌我就对啦。无啦，我乃敢嫌你啦。我是讲吼，你是咧找哦，嘛爱看这学生啊，小素配者，对无？凊彩路边捡一个，就要甲踢落去啊，太丢啦。你是咧讲啥？我是当时凊彩路边捡一个。哎，你莫看飞飞大块猛大块呢，伊是阮四双面子行内面哦，行情上好诶，伊真正哦足够照顾人，甲我上好来做素配啊。对啦，行情上好啊，但是哦。嘛是分量相当的啦。哎，你哪会改？阿婆姐，钱嘛是好意嘛，唔卖你讲啊。个点，哎，人个菲菲真正做个照顾人诶。嗯。像恁咧讲话，什么阿香老师哦，恁讲伊安怎，个性温柔体贴。哎呀，迄私底下也唔知咧啦。当然唔知。
什么款人就做出什么款菜啊？我著看伊哦，甲明明做的这萝卜糕，我著知影，这个人能力一定做好，啊，佫足认真的。嗯。足奇怪的，你若要讲哦，我明明足巧，看了啥，随学就随会。我有哪甲明明煮食的啦？哎呦，唔通哦！你拢食重咸的，你甲明明做出来的菜哦，一定是重口味的。啊，你袂烦恼哦，你这个新妇以后食了哦，像你安尼这大。阿妈，我阿妈。无啦，我是讲吼，你若是希望你这新妇哦，啊，保持这么啊优秀，你就爱吼这个优秀的阿香老师来甲教。阿香老师做优秀对无？是啊是啊。有听无听无？吼，你看我这么外高嘞，我刚才吃到伊的菜啊，就知影这个人是什么款人。高高高高个食粿啊，讲到嘴高全破。你是捌看过阿香老师呢？讲到嘴高全破，袂说你甲人外省嘞，臭蛋生。你若唔信，无啊。看今仔暗日倒去食饭，咱对来看，你就知影我讲了有准无准。哦，行了行啊，虎怕虎。我再来看看阿香老师是不是你讲的温柔个体贴哈。对对对对对对，等一下，恁两个要做工去食饭，就安尼刚好啊。那无，我想看面相啊，我顺便替恁鉴定一下。哦，我是不要看面相啦。啊，不过哦，社会哦，百拍款哦，我拢看过啊啦。我加减给你一点意见嘛，袂歹啦。啊，不过我爸就是。小平，我知影你安排相亲的代志，无恁爸爸知影。我跟你讲，我会保守秘密，我不会让他知道。哎呦，恁两个啥在油头革命啦？我是为恁爸爸好呢。啊，等我来决定啦，听我的就无唔对啦。啊，好啦好啦，恁今日来应该唔是为着这件代志啦吼，啊，也是要派我什么功课啦，讲啦。嗯，顶个唔是跟你讲，咱公司佮一个客户要合作个代志，我们请你上签约日子啊。哦，真简单啦，随我来。听啊，卡一个电话爸啦，看是到倒位啊。好啦。喂，爸啦，啊你是咧创啥啊？那个时阵还未到啦。哦，啊电话阁唔接。好啦好啦好啦，较紧的哈。别来乱讲。伊就讲伊到教会去募款啦，啊，对方请伊啉绿外滩的冠军茶啦，啊，去耽误一个时间，讲拍细照啦，睡觉啊。阿妈，多久多紧，离久离紧，趁即阵吼，国辉阿母还未回来之前吼，我先甲现场布置一下啦。偌真啊？啊，你是要布置啥啦？哦，等下你就知啦。哎，明弟，麻烦你。靖东啊，啊你即马是伫创啥？哦，这叫有图有真相啊！等下等因两个阿婆入来吼，看了才会图，想要赖都赖不掉啦。喂，靖东啊，啊你安尼袂输是伫散布黑函啊？丽金，我若无安尼做吼，就算我甲因两个拍死，伊嘛袂承认的啦。我叫啊，这件代志难真诶哦。你就免听了，阿无答啦。看要安怎处理就安怎处理啦。对啦，也是离国较便利啦。正常，无需要安尼啦。老舅啊，我无个这个图吼，搭喺家内布告人，已经算对因足好啊啦。足好诶，足好吼。阿爸。爸爸，阿伯，妈，爸爸，阿伯，啊，恁拢真正专工在咧等阮哦。都甲恁讲呢，阿妈有代志要问呢，拖
拖刷刷到今朝来了，歹势啦！因为要选举啊，即马真正做无用的，歹势啦！歹势。要哪里哦？你讲互清楚，你甲高贵安两个人是毋是做唔对代志？阿妈，做唔对代志？无啊。 啊，都迄间结果嘛听，我都等红火头，刣到有够歹啦。啊，不过后来我拢已经做爸家啦，尽量拢莫甲人厝内面的人去面啊。也是啊，阮除了带面的去拜拜以外，阮一直咧无闲，阮煞过代志啊。嗯。国辉啊，啊，恁两个人也无甲我甲恁爸讲，恁就带面的去拜拜，啊，拜到心未火烧厝的代志哈。妈，恁知哦？ 嘿，老是拄好开电视咧看新闻，到阵才阁唔知咧。爸，啊，迄摆袂当怪阮啊，阮也知影明德会走去送货。爸啦，啊，你到即马阁想要甲这人杀好明德啊？唔是啦，嗯，是咧啦，是我甲国辉无甲明德搞好。大哥大嫂。 请恁外头看一下，是要看一下。你看就知影啦，我是要跟恁耍一个小游戏啦，这叫看图说故事。无啊，这是咧危险啊。啊，这啊，哎，这是由我们林明德天才小画家所画的啊，这就甲你顶届他办一样一档准共款啊，这叫目击现场图。这根本就明德白话啊，讲来讲去。 你就是要诬赖明德就对了。阿母，哪会当明德为啥物你就相信啊？阿明德，伊若是为阿妈去偷摕物件，你是毋是要叫警察甲阿妈抓起来？你是咧讲啥哩？啊，你是咧讲个恁阿妈，你知？啊，毋是迄意思，我是讲道理啊。要讲道理，好啊，啊，你讲好清楚，你甲大辉啊两个人。 是毋是伫遐烧金纸无细字去烧着信煤工厂啊？阿妈，阮迄个，阮无啊。啥物无？你哦，各位家己讲。阿妈，是安尼啦，阮烧金纸确实吼是有飞去信煤工厂，啊，也毋过吼，迄无一定会当证明讲吼，迄火灾是阮引起的。是啊，明德哦。 伊就家己爱生火啦，你看伊生到手拢去烫着啊！啊，你敢有看到伊走去遐生火啊？是无啊？啊，就是，啊，明德有看到恁两个咧遐烧金纸，啊，金纸有风吹者，走去信美工厂迄边诶。迄边？迄明德画只个图，拢是家己想诶，啊，无一定是真诶啊。嘿，无啊。 你甲这阵了，唔去应承认。阿妈，你要哪会当用这即几张图，都爱阮承认，安尼阮不服啦。啊，伫警察局的时阵，迄区长的、迄赖明德啊，啊放火烧的工厂，啊你头无安尼讲？因为迄唔是因兜的代志啊。难唔难？阮唔是无听明德哦，阮伫遐嘛讲哦，迄边的戆戆的，啥物都唔知啊。 对啊，你莫讲讲遐尔多啦，即摆区长连爱恁阿爸赔偿一千两百万啊，我问你一句话就好，火烧厝甲你是毋是有关系？关系是有啦，啊毋过，明德是我甲国辉家带去现场的，啊，可是讲这火真正是明德引起的，安尼就甲我甲国辉有关系啊。哦，啊讲来讲去。 恁两个也唔肯承认就对。阿妈，你安尼袂输，早着已经预设立场啊！连顶个火是我甲国辉放的，安尼何必阁叫我回来呢？今仔日我甲国辉排迄拜票的行程是排到满满，我阁全工活动的走出予恁妈。你阿妈是啥物态度啊？哈？嗯，啊，等伊遐无甲咱放在眼内啊啦。 嗯，对啊，母讲话当然嘛无分寸。妈，那但你嘛唔徛在家己后生媳妇这边。飞啦，你敢知影？你这。
这阵仔时间你讲白贼，讲到会用得冠军安尼，连国辉嘛你带歹去啊啦！啊，我跟你爸嘛唔是无替恁讲话呢，迄是恁家己即摆信用破产呢。我跟你爸是会当阁替恁讲啥哈？既然安尼，阮阁讲啥物嘛无路用啊！阿妈、阿伯、阿母、爸妈，阮真正做不赢，阁有行程要走，我先来去啊。刘大仙，书记，我到我怀里。哎呦，我巴肚就疼，我现在变瘦了。刘老师，我跟我律师搞完公事，我得走。古正黑啦，啊，你想要要安怎哟？阿伯，你昨昏带林明德来阮信美讨论赔偿的代志。啊！不过林明德临时出状况，三病院，无讲一个结果出来。我只好亲身带我律师来，正式向你提出1200万的赔偿。啊！我免了遐侪钱啦。阿妈，这点就让我律师来向你解释。老太太，林明德即摆已经无行为能力啊，所以这条钱要由伊的监护人林清福先生来负责。我已经查过啊。林先生的名下有一间祖厝，甲一块地，我伫遐欢迎，先请食烤鸭。邱振贤，你卖收小鬼啊？邱振贤，那火场的鉴定报告你还袂出来，你即马来找阮阿伯来讨赔偿，安尼敢讲会通？不是啊，明德迄两桩是咧耍，伊毋是蓄意纵火，好不好？对啦，你安尼讲意思，毋是同款的火烧是林德林起的。是公社的，既然有林静，林明德就无得脱离关系。而且不管伊是毋是蓄意的，阮性命损失拢已造成啊，这条钱我无可能无讨得来。你根本是咧欺负明德啊你！林明星，我的律师在家，你若是去家堂，就我当过你伤害。明星啊！有这个，看怎讲啦吼。啊，加分过去，到林家的人拢有尽份滴个嘛。你较免较通融啊，哈。林明德较早对不起加分，而且过位姓美款照8000万，我即马干来要求1200万，已经算真客气啊。好啦，好啦，你若硬要讨这条钱吼，我会想办法啦，啊麻烦嘞。莫去法院哦，申请个什么假扣押啦？你给我宽限几届，我会处理啦。爸，哎呀，青妈，好，阿伯，我得给你3天时间，3天若到，假被提出来，我得随去法院，把你名下的祖产甲别人假扣押。王律师，咱先来。你那一声就答应啦，我不是跟你讲会用结婚哦。啊，面对啊这种状况哦，若要拍官司嘛要开一寡钱啦。啊，柯正贤哦，这款卡车哦，什么手段伊都用得出来啦。哪敢咱硬舞落去哦，袂收煞的啦。阿兄，你就是想好欺负啦。真的是我甲千水哦，我绝对告到伊一角银都摕袂到啦。吼，外娇啊！你阁讲啊真详细啊！啊，无你是要甲阮斗相共事？啊，这件代志哦，甲恁国辉阿伯啦，嘛是有关系呢。阿母，阿母，这钱阮会替恁斗总啊！啊，但是我今麦阁聚会哦，还阁行程要走，阮爱先去无用，无白付啦，我先来走。哎！啊！恁两个有够输赖的呢！听着要赔1200万，啊，就要闹跑哦！哎呦喂！哎呦喂！我怎么敢说你啊？是安怎啊？哎呦，差点闹掉了！哎呦！说你，快！嗯，看来我要说你，真正有够歹格调。已经嘛，这不是歹格调了，这叫现世报了。
清华，你真是要卖别人哦？啊，郑文刚啊，我叫人去探听啦，看人买卖哦。哎呀，还是讲你迄块地吼，啊，总共要卖吧，卖无偌济啊。是啦，阿兄，啊，当你迄块别人园，若是要卖，实在卖几百万啦，啊，不如卖租厝啊，啊，反正即马规间厝拢你的啊。叫啊，啉茶啦。我讲的嘛实在话啊。金啉啦，剩剩。两菜，两菜。你说，你要两菜哦？哎，行，我带你来帮你两菜，行。两菜，再来两菜。我厝内面代志这么多，我够心情两菜。哦，我认得。那讲邱正贤是吸血鬼，郭慧英阿婆就是犀牛夫妻啦。什么叫做犀牛夫妻啊？因的面皮哦，厚到连蚊子都顶袂入面，佮拍死毋是人讲血是两个引起的啦。一听到大姑讲要赔偿1200万，走敢若赔的。好啦，想要怎样生气？要安怎定这对阿婆？我再来好好想一下。我即马比较烦恼的是，迄钱的问题会增加阮哥也佮阮爸的压力。志东，你佮帮我做一件代志好无？好，你讲。泰式沙拉酱需要准备的材料有鱼露、辣椒。啊，请你来。阿江老师。老师。小平，你注意啊。是啊，检查了后无什么代志，得当注意啊。嗯，好佳哉，无代志就好。来，吃这啦。多谢。谢谢，谢谢。老师。我想跟你说多谢，多谢你昨哦工作找小平。你免遐客气啦，这拢是我应该做的。爸，我的呀。哇，老三，啊，我是专工来这哦，跟你回一个实的啊。啊，因为我昨哦口气都较歹，啊，实在真歹势，请你哦莫跟咱心挂来啦吼。袂啦，蔡先生。我知影，你拢是因为小平才会安尼，我袂放伫心肝内啦。那脱下来。老师，你是说温柔体贴的，无怪小平哦，常常学你，讲你搞做料理，人阁好。那有啦，是真谢啦，老师。我学遮尔侪好食菜，拢是你教我的呢。啊，今嘛，阮爸阿哥阮先生，拢就期待我来遮上课哟。是啊。自从要上课了，我加少有考好的呢。哦哦，迄些什么味，这你胖啊？好好，哎呀，啊，你是讲迄哦？你做胖的呢？来，这吼是我伫厝内底家己研发出来改良泰式沙拉，想讲吼摕来家要互大家试吃，你们食看卖无？当然咯，要试吃找就对啊。我好骗生呢，倒位好食，我拢也骗会出来。来来来，食看卖，食看卖。爸，来。嗯。你食看卖。嗯。讲话口味安怎？赞，口齿留香。啊，好骗生，有摆形容词无啊？哈。拜托诶，我毋是美食节目的主持人呐，搁我形容口感哦。我跟讲了嘛是太好吃了。
你太夸张了你。其实老师啊，你做这個虽然是泰式沙拉酱哦，啊，我拄只食起迄种口感哦，有一挂迄落南部的口味。嗯嗯。蔡先生啊，你的嘴吼足厉害的呢，你是头一个吼食出这個口味的人哦。哦，爸，想袂到你这真是美食达人了。嗯，他嘛好啊，啊你爸爸哦，拢是四界里外口咧乌白食啦，所以嘴吼有较敏感一寡。老师啊，啊你敢是南部人吼？我住伫咧北部啦，啊不过我若是有时间的时阵，就介去台湾四界去行行看看，顺便了解吼无同所在伊的菜式啊，佮有料理。哦，老师。我爸嘛是安尼嘞，哎，伯恩平常时哦，无代志时阵拢爱四界行行。真是的哦，蔡先生啊，那安尼你上介去倒位？无啦，我嘛是拢四界行行看看尔啦。啊，人讲印象较深的吼，我是有一届去咱台东哦，迄个外岛吼，去看日出啦。你唔知迄日出哦，位于海平面那里。日头咧浮出来哦，本开始也是一粒仔囝，好过来半粒，过来规粒圆圆，红红偌水咧。嗯，我嘛有看过啦，啊，不过吼，我是伫个绿岛的山顶看，迄日头出来的时阵吼，我就感觉咱人吼，活伫这个世间，其实是足渺小的，无啥物代志好计较。是差不多对，你讲绿岛就是我讲外岛啦，我就是去朝日温泉啦。哦，讲起来我是五年前的代志啊。我嘛是五年前去的呢，而且哦，我搁伫遐学着吼，安怎哦酿小米酒哦，搁甲在地的人吼生活一段时间哦。对啦，哎，台东的小米酒算讲上出名，那小米酒啉起来口感嘛算讲袂歹，啊，不过即摆手都较明的啉的啊。我嘛是同款啊，敢那会当吼，啉一丝丝啦，鼻起迄气味尔啦。啊，不过我会研究哦，怎么样哦，用小米酒入菜。哎，曹先生啊，您刚那是有时间吼，我请你食看卖。好啦，多谢啦。啊，不过老师今嘛用的酒入菜吼，算讲袂歹呢。我老师啊，你做菜真用心呢。这是我的专业，嘛是我的兴趣，本来就是应该啊。你干嘛介绍八路姐了？你刚刚安怎？嗯，刚才遇到烈火，天雷勾动地火，绝配，绝配。哎，啊，恁两姐妹是来共享啊？哦，无啦，我想讲恁讲我这么欢喜，回去啊，恁阿妈大家做伙食饭，啊，恁阿继续交流恁的旅游心得嘛？哦，对啦对啦，啊，恁顺便哦，我也当课程验收嘛，顺便买当请教老师几挂厨艺方面的备。嗯，哦，安尼根本是会麻烦。不会，都当作是给你回事的，各说多些。嗯，老师啊，对啦，啊不，你就卖客气啊，咱就做伙食食饭，无啥要紧啦。嗯，多谢您嘞。啊，不过我等下搁爱上课，等我下课的时阵再跟你约时间，好不？好啊，安尼你下课了后再打电话给我，我来接你。嗯，您吼实在是足客气的，应该做的啦。无老师，你先抱怨，我卖跟你交流。嗯，好，好，不要紧，等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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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见哈，再见哈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偷天换日，这是什么节目？原来是魔术表演。婷婷的简体和丽华姐的简体竟然是互害。你无想到会互害，那是因为婷婷早就知影 Lisa 都是丽华姐的查某囝，所以偷偷把 Lisa 的简体换作是伊家己，所以当然检验出来结果是互害。魔术就是趁人无注意的时阵偷天换日。我摕去做简体的杯啊。感情才有可能有分外过。李白，安琪，我们要开始啊！吼，这宾客名单去确认一下，看有漏高无？好，我看。应该拢邀请了。等下，那么我们对哈。嗯，谢谢。
对啦，我昨昏有看到永和妈妈甲兰姐为会客室行出来，根本唔知咧讲啥，阿兰姐咧哭呢。因两个是毋是做熟个呀？是啊，因为较早是伫同一个酒家上班啊。啊，不过我阿姨无想要让我知伊的过去，所以两个拢当作不熟识。哦，莫怪，莫怪，永和妈妈天天找小瑞麻烦。阿姨，那一家拄好。啊，这个时阵，你敢不是应该伫公司上班？我拄则出来拜访客户，顺便来加杯咖啡啊。哦。阿姨，兰姐，恁两个都叫你冤家哦？哪有啊？无啦，多多在讲我这个手里那讲假啦。我是捌看过因的咖啡厅在冤家啊，哈，不过因两个拢讲因是拄好拄着，不是约好的。敢有可能因无想要让你知影伤多，所以才跟安尼讲？因的过去无想要让我知影。拢过去啊！我是因有啥物秘密，想要互人知影。这个像啊，看起来不像永和呢。哇，我朋友的囡仔，应该是查甫囡仔吼，足够水的。啊，我都拄仔咧整理物件，才去找到这张相片的。太水啦，我找袂，我去洗手间等会开关。哦，不要紧啦，我替你开会吼。哎，娜姐。那有永和的照片啊？好，不是啊，你看唔对啦，这是小卢，啊，小卢细汉时候细汉就敢像查甫嘞，吼，来来来，啊，对吼，我生日要到，我都袂记啊，小卢，你生日要到啊？对啊，永和，你生日嘛是临要到对不？是啊，小卢，你生日什么时阵啊？8月30啊。我是8月27号哎。啊！本来都是同星座，我看看恁两个做位嘞。林博宇啊。嗯。小荣，来，我给你倒酒。啊。谢谢哦。那个时阵，你会议室内底，敢那有阮三个人？敢讲，伊客是小卢的爸啊？小姐，拜托你帮我搁把这个报告搁看一下好无？我已经下班了呢，干啥麻烦你明仔载才过来？拜托，这真正足重要的。这个检验报告已经写足清楚啊，敢阁有啥问题？是安尼啊，我想要知影，甲我比对这个简体是查甫还是查某的。好啦，麻烦你稍等一下，我会帮你查。麻烦你，麻烦你。小姐，跟你比对的简体是女性。女性，对，简体是女性。真像跟我以为同款，我起来做检验的杯啊。
是小卢啉过的。不过我第一遍看到小卢，就感觉足投缘，阁想要请伊来日威上班。原来小卢是我同父异母的亲小妹。无你坐一下，我停电给你啉。啊，你骗什么入我公司的？你目睭敢医好啊？目睭若未医好，万一上班的时候若发作，你的工作谁要替你做？这你免烦恼，人小卢的目睭无遐尼严重，啊，就算真正有问题，同事大家拢会用斗相共。你的部门这尼啊重要，你哪会用随便请一个无经验、学历歹、搁有这侪问题的人？阿姨凭什么用这款态度对我甲小卢？伊利用永和叫做小家的子孙来骗我所有的人，这件代志我一定要讲出。阿姆哥永和特别跟亚文结婚啦，阿亚文若知影永和真正的身世，伊敢愿意嫁给伊？你安尼伤害永和，要阁叫永和原谅你？你哦，想空想空，就是要找阮母仔囝麻烦。我一定要甲恁爸爸讲这样代志。妈，大家如果咱会识个呀，这件代志要阁讲啊。见大姐醒过来，一直对我这个身份有怀疑。那你拄仔趁这个机会，解决想过来的机会，阿一把真好啊。永和一定早就知影这件代志，嘛发现我咧怀疑，所以才会偷偷把小吴啉过杯仔换过来。讲起来，伊嘛甲阿姨同款是自私的。既然安尼，我就无啥物好顾虑啊，我一定要把真相讲出来。对大家来讲，这是公平。阿婆姐，请，真歹势啊！啊，本来讲想要请大家来阮家食饭，结果我甲国华处理公司的代志，啊，处理较顺啊，所以真歹势啊！哎呦，讲什么歹势？哎，那餐厅气氛未歹呢。下相亲啦！我就已经讲好了，袂当说实在讲，咱是要退相亲的。你讲这两字出来，你实在……啊，这么好心也无伫我讲这要紧呢，惊啥？也无听到啊啦！我就烦恼你，老板。哎，请拜托姐，等姐哦，千万唔通讲漏口去，啊，我惊阮爸跟阿祥老师若知影，因会尴尬啦。哦，袂啦。我这人嘴都上白的，无应该讲的哦，我拢未讲。你嘴会白，啊无你家母子爱外好是安怎来啊？哎，你是出心要搞吐槽的你啦？我就是对你未放心啦。哎，你，哎，出来了，对啊，我你声音都包厢。啊，好，待会见。是爸想。本来吼是讲请阿香老师来鉴定我的厨艺，结果咱煞伫外口食，真正对伊就歹势。哎呦，那有要紧？饭店也无得，是要制造机会，啊，毋是要食饭啊。单独要叫爸去找老师，都是要让人单独相处的机会啊，对吧？嗯，安尼讲嘛对。哎，爸，老师来啊。曹先生，你有看好不？老镜头，小小姐都好啊。爸，啊，你心脏病又压起来啊？小可咧喘尔，无啥要紧啦。真是无要紧啊。你莫咧大声小怪，来来，坐食饭。来，坐。来来来，阿姐。阿姐。阿婆，你出啊？啊，你哪里请啦？无啦。拄只吼，参拄啊去练武啦，吼啊练煞巴肚枵，想要找一个餐厅，啊拄啊拄着国华讲迄种做诶啦，下面
不行啊，就拍摄嘞，要不做假模模，跟你讲一下，你有惊到无？大人大钱，有啥物想我惊的啦？大家做位假模较老嘞啦。是啊是啊。对啊，老师，我替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哦，是阮身边大家，伊叫做林丽珠，伊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。音乐家哦，不要啦！你也听国华在讲什么音乐家，我这本事寿命的啦。本事寿命嘛是一技之长啊，人讲哦，行行出状元嘛。啊对啊，各位，伊是神机妙算阿伯师，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洪水师哦。不要啦，不要搞啦，骗假骗假。阿伯师，你别很客气啦，要做一个洪水师吼，嘛是真无简单的呢。啊，您好，我吼叫做赖玉香，是小平烹饪老师，人拢叫我阿香老师，就欢喜会当认识你。啊，你好你好。哎呀，干什么事？飞飞啦，哼，这都差高球。拜托，都开始呢，你也唔知吼。您你好，这是你预定的菜单，请您看一下。啊，用心点好啊，我先点好啊，就先这样子，要是不够我们加点，谢谢。好的，菜马上为您准备。不好意思哦，等我一下，看一下。因为我们这里有心脏病的人，麻烦你跟主厨交代一下，我们所有的菜尽量就是少油少盐。那这沙拉酱的部分呢，就改用和风的，尽量用鲜果、还有柠檬和冰糖来做调味，这样可以减少酱油的比例。还有这个虾松的部分，把油条改成杏仁坚果，这样既有口感又好吃。这样应该就可以了。这样子的话，有心脏病的人也可以吃，对其他人来说也不失美味。好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。老师啊，安尼真歹势嘞，啊为着我一个人，啊都要大家搞配合。其实吼，料理本来吼就爱食甲足健康诶，而且嘛足快乐诶啊。虽然我有请餐厅改变做法，啊毋过吼对其他人来讲嘛是同款好食啦。阿香老师，好佳哉有你，阿老婆，我真正唔知这个菜当安尼做。小平啊，后盖吼你来上课的时阵，我就开一挂适合心脏病患者会当食的菜单，互你做参考。安尼你以后吼就知影要煮啥物件，互恁爸爸食。多谢多谢。老师啊，真多谢你呢。老师，你真是温柔体贴的呢。小平，跟老师好好学。是怎样？我不够温柔体贴哦。我是叫你学煮食。我是烹饪老师，常常吼在开菜单，这对我来讲吼根本就无算啥，还当甲厨师生吼斗三工，我嘛是足欢喜的。无影哦，这就是表示你足专业的。你煮菜像苗煮，用个煮咖。好人会学到你讲你是老师呢，这不简单哦。阿婆仔啊，其实吼每一道吼拢有伊的专业啦，啊，就参像你啊，唔是每一人讲要学名利风水，要学就学会响。所以吼阿婆仔，你嘛是不简单哦。无厉害啦，除了风水哦，我大行拢白。我嘛算生活白痴，你知无？啊，唔过吼，风水啊，搁有名利，就是你的专业啊。以后吼，我若是拄到什么疑难杂症，一定好啊，给你请教。哦，这无问题。来，我啥物事来？啊，写我的名片，吼。你好，以后有任何的问题，做你来找我，哈。拍摄。我出去接一下电话，哈。谢。不怪啦，小平阿哥吼，好老家会得志，你啊性地好个温柔，佮做下替人设想。佮你保两句啊，你买水唔免那徛啦，那是客气才来佮你讲。啊，人甲我保，我听咧就欢喜啊，看下你咧甲我开。你为甚物唔关系哦？继续讲啊，无紧啊。无啦，我哪有错？无。无，我今日也不是为了好事。对，袂使讲的秘密。你去我做咩呢啦？你到插边。
我想请教一个，你除了喜欢去做这些以外，你有啥物其他兴趣？比如讲唱歌啦、跳舞啦，一讲画图啦。我的兴趣是甲伊私家去行行看看。我今日吼甲曹先生开讲，嘛有讲到台东的代志。是啦，啊，现代人吼，当时压力较大啊，啊，若是讲要放轻松一下吼，啊，就四处行行是上好的。哦，对，有影啦，有影啦。你平时真好啦，啊，除了这，你搁有啥物办法来排解你的压力？ 因为我就甲伊囡仔，啊，我家己阁无囡仔，所以有时间的时阵吼，我就会去幼儿园做义工，煮一挂菜吼给因食，就甲因吼当作是我家己的囡仔同款。哇，老师，想袂到你这种爱心嘞！其实吼，做义工嘛是一种学习，看到别人不行，就会更加珍惜家己的幸福。嗯，有影，真正是使人钦佩哦。人吼。 都是爱在小吼，才会当得到幸福。阿婆仔，你讲那真有道理。啊，对啦，我阁有一个兴趣吼，甲阿婆仔你的工课嘛有异曲同工之妙哦。哦，什么话啊？阿婆仔，你是看风水，啊，我吼是甲伊算塔罗牌。哦，塔罗牌。嗯，阿香老师，安尼恁刚恁敢会当替阮两个算看卖？ 当然嘛，无问题啊！可能阿婆感情遐尔恩爱，恁平时想要算讲，当时会当生囡仔对无？哇，老师，你阁有当替人兼看面相呢？厉害！无啦，看面相哦，就要请教阿婆仔啊啦。无呀，无呀，塔罗牌就是咧共看面相的，这个风水命你拢共款。福星啊，伊嘛知影风水命理呢？ 哟，迄算起来啊，大家拢捌一寡这风水命理的代志，算是有缘嘛吼。初生是啊，你嘛会当风水哦？无啦，我这是兴趣啦，我不咧共收红包的。哎，安尼吼，一种是中式算命，一种是西式算命，听起来够真趣味呢。既然大家兴趣拢共款，啊无，找时间大家来互相切磋一下。 切磋，讲这秘书刚刚逼我是要拍麻将的。好像研究啦。对啦，对啦，传承信号讲了真对，互相研究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来来来，用不用？来来来，这个气魄啊，一定去杀掉阿香老师的啦。好经理，我重复一下哈，伊势龙虾焗烤明太子 cheese 78分，还有芦笋手卷，甲综合生鱼片寿司78分，对吧？哦，好好好，哦，点心有啊，啊，阮点心有山药泥布丁啊，栗米烧啊，还有抹茶红豆卷，你想要点多少款？各35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好，那恁明仔载啊，我较早甲你送过，好。多谢多谢。啊，没问题啦，迄个所在我足熟的啦。 绝对袂找无路的啦！哦哦，就先安尼，哦，多谢你啊！啊，再见，啊，再见，拜。唉，小茹啊，我今日真正行袂开脚，哦，也较晚，我要替泰国办一寡代志，所以才麻烦你家己来，歹势啊。无要紧啦，我毋是无脚，是讲你明仔载可要送外卖啊？嗯，苗栗啦，有一间公司要办捷讯酒会，你昨天有介绍的。 最主要我都已经叫你无闲啊，你搁要去苗栗啊？那恁明仔载唔想免困，你大概安尼日夜加班袂忝。无多啊，想叫你甲阿妈讲，咱若要结婚，都要办流水席。既然要办，袂当凊彩办办啊，至少要办100桌，对无？所以我即马当然要较拍拼，无想要提出错来，啊？哎。 恭喜哦，明星哥，你咧甲小茹求婚哦？无怪哦，今日真够咧新娘咧。不是啦，我是带来要去参加我们公司的20周年联欢晚会。干嘛呢？啊，你不是知影伊要甲你求婚哦？
你现在是安怎啊？我甲小茹求婚，你有意见是吗？啊？无意见啦，我是感觉足好的呢。而且吼，我专做破穿啦。你要做破穿哦？系啊。安尼破坏画面呢。我看啊，迄天你着红包包较大包的啦，安尼较实在。多谢你啊。嗯。小茹，你外表吼穿得敢乌黑落的，不过你是你的心内吼，就敢那乌白。乌白啥？讲啊。乌白上啦。哎呦，足好耍的。嗯。我的意思是吼，想娶到你，想会较幸福啦。你知影就好啦。安那，无代志，搁伫遮拍哪凉嘛？哈？小茹，我感觉你即马开口，愈来愈像头家娘。什么？你是讲啥？我是惊伊摸鱼啦。头家娘，我有代志要找明星哥啦。哎，明星哥，这员工的健检报告出来吼，你小帮我看一下，这黑字甲红字，我看无啥有嘞，什么意思？黑字就是正常，红字就是无正常，这你也唔知。哦，安尼哦。啊！你看这肝指数，这样。哎呦，肝指数87哦，有小可较悬哦，真危险。哦，就要注意哦。嗯。啊！你这你，这真的，你的肝指数超标嘞！你喜欢做那熬夜是？青铜啊，你肝指数超标，那也不爱讲啦。我看安尼好啊，为什么开始哦？卖给你摆暗班啦，吼，卡在等休班，啊，卡在等休班，啊，哦，哦，多谢明星哥，我是去报应啊，哈，郑总，你份是经理的啦，你伫遮，哎，你是在，先去报应啊，所以你今我知影，你会敢指出异常，你会甲郑总两个人大方骗我。小茹，明星哥嘛是惊你烦恼啦。好啦，卖滴啊大惊小怪啦，肝指数只是数字而已嘛，对不？我身体就好，免替我烦恼啊。哎，你肝指数87已经要爆肝嘞，大哥，哥哥无问题，我看你用哦，卖给你南部啦。那无你明仔载工课是要怎应付？袂用是啦，我答应泰国的，不了可能临时无去啦。你想你知影吗？我替泰国处理这个代志哦，泰国会另外发奖金吗？你之前阁骂我，趁钱优秀，性命爱国，难得你嘞！你今嘛唔是甲我卡在同款？好啦好啦，我知影，你阁想要听我讲一解对无？哎，因为我要办流水席，所以我今嘛一定爱足打拼，无我是提什么来带你嘞，对无？我不爱啦，我不爱什么流水席。我嘛无需要，你赚这多钱给我。小茹，你莫生气啦。你无爱照家己的身体，我唔才会生气。林明星，你若真正有替咱未来去设想，那恁你听我的，你也莫去好不好？无可能，我一定要加赚一寡钱。因为你嘛知影，我有义务要照顾你嘛，啊？你要照顾我？你先把你家己照顾好啦，而且我即摆有上班咧趁钱，我妈迄边我会负责，我无你想咧，遮尔爱钱啊！你若真正有心要甲我做伙，那呢，你也莫去。不可能啦，我知影你无爱钱，也毋过，即摆我真欠人钱。明星哥，有话好我讲啦。你哪会欠人钱？之前迄3000元，你毋是固定咧分期付款，哪有欠人钱？刚刚你犯什么麻烦事？嗨，哪有啥麻烦啊？好啦，我家己的代志，我一定处理好势，啊，你莫管。等等啦，啥物我莫管啦？你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啦？你唔讲，郑董，你讲。郑董。都是迄邱正贤啦，硬要讲明德小姨的工厂要阮大舅赔偿1200万啦。
1200万，所以1200万，你家己当。你嘛知影，面对即卖状况是免咱行钱啊。我无甲这条排起来，感觉要留给阮爸母排。你已经强要挡袂牢，那对你无公平啦。而且，你之前毋是替明德关过，你伫遐做甲伊家己倒落去，你才甘愿。好啦好啦，莫再激动啦，小茹，明德是我的小弟嘛。伊是你的小弟，所以你为伊付出是应该的。那呢，伊咧，伊人好好的时阵，敢有答应你这大兄？小茹，过去的代志，若是要一项一项计较，日子根本就无得过落去。而且你应该真了解我，我爱把这条蛇拍起来，就是无希望阮爸妈为着安尼烦恼，佮袂食袂困啦。对，你友好，你孝敬，你有责任感，你替你厝内底每一个人设想，难道佮有想过我嘞？我会对你，就是要对你一世人的，你身体若拍歹去，你佮我要安怎？好啦。那如果我真正安怎吼，我绝对袂拖累你，安尼好无？我唔是迄个意思，我是希望你会当将心比心。我之前目睭无好的时阵，你叫我爱替我家己设想，哪奈你呢？你敢有替你家己设想？我家己的准则嘛，你莫遮啰嗦好无？你敢知我即摆压力真大？我需要是你的支持，唔是即摆直接甲我讲道理，大细声反对我的做法。你要我支持你，支持你伤害你家己。我无啥物讲，规日只是我的代志，跟你无关的，啊。所以你即马要跟我分到这么清楚？奶奶拄才你跟我讲，你要娶我，拢凊彩讲讲的是，嗯？你两个真正玩得足厉害啦！哎呀，哎，小鹿，小鹿，小鹿走去啊啦！哎呀，你两个真正为了那1200万，玩到强要扯啊啦！这拢还怪我，代志是我引起的。啊，振东，你赶紧去找阮哥，我有话要甲伊讲。啊！你要跟明星哥亲身讲电话啊？当然不是啊！你把蓝牙耳机挂起来，我跟你安怎讲？啊，好，好，你稍等一下。喂，哎，有听见无？有，好，嘿，明星哥看起来足有自然的，上班时间见你挺久了。我拄仔看到小茹走出去，伊哪无去甲录啊？伊根本无法度理解我的做法，录到啥路用？明德讲，咩啊？我是讲吼，其实小茹讲了无唔对啦。伊对明德吼已经有够好啊。即摆上重要的吼。就是把你家己身体顾好啦。你若是要甲小茹拄则讲的话，搁讲一届哦。即马出去录面试。明星哥，你莫生气啦，你听我偷偷讲啦。这代志无你想遮尔严重啦，1200万，
无啥你一个人来担，我无担，谁会担？我担啊，我嘛是恁家的一份子啊。你要用什么担？明星哥，你莫看了无点哦。虽然我过去做过真侪歹代志，甲大家惹真侪麻烦，啊，不过我即马有尽量想要弥补啊。 有啦，我有感受到，哈。我拄仔接到电话，我有一个朋友要甲大姑参详迄买别人的代志啦。什么朋友？你先去了小卢，你该回信的，等下我再跟你讲啦。你即摆是要讲无啊？ 啊！你无感觉你拄仔甲小卢讲话口气有小可较差啦？啊，人嘛是好意才安尼苦劝你啊！你这个做人难免有会安尼做甘对？虽然你是餐厅的经理，阁是我的表兄，也毋过我是就事论事。 你甲你提醒呢？你真正就啰嗦，你知影？店铁啊，够好，我来找小吴。无问题啊，你进去啊。明哥，你小够厉害呢，还是你对明星哥太有法度啦？啊，我先挂掉，咱等下再搁讲。 过去你已经为我为这个家付出真多啊，我袂阁让你一个人担这么重的责任。花开那时，寒冬渐渐变春天。